cho bức trần này này.这个烟没有什么技巧的吗？没什么技巧，进来是啊，很有技巧的，就顺手就行了。再帮他开都爆，要掌握好那个力度啊。是啊，我见别人都没有你开的这么好。 要熟练，顺手就可以了。慢慢开多了就熟练了。12块，13块。 水倒出来，很容易爆的。哇，这一个的水有一斤吗？有哦，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多。应该一斤，应该差不多。七两八两啊。应该差不多。只要多的话，你70个。